我遮真厉害，抗真厉害，来差不多百几万人，即个金马祖、玉马祖甲即个传统马祖，阁是咱全国啊第二大鱼港，所以它吸引的客人啊非常的多，最先进的啊，而即个未来的趋势的电器，而即个电动巴士吼，啊特别伫阮苏家来开始，所以我嘛感觉非常的荣幸，啊阮局长啊。 哦，陈文昌啊，真重视这个代志，啊，馆长嘛特别派啊，咱的林国民处长啊，哦，啊，会当来遮代处长来给斗相，啊，希望讲这个案会当非常的顺利来推动。